找了刘恒毅，转超了广东梅能黄旗杨正。好，到时间了，到时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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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眼瞅着到时间的头子，十二秒时间到，没有问题。龙骑士的球权依然是给到张宁，给到朱明镇，两分有效。守护，真守护了。威廉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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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后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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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帮他帮他。威廉一记三分没能命中，光一抢到篮板，后退。朱明镇利用身体内线两分命中，好球威廉。啊，这场球真的很激烈。 J Team 的球权重点超，哎，运球没能运稳，换错进错出，这球没能打住。好球，好防好防。张宁，哎，郭红艳，打郭红艳，打郭红艳。威廉空位的机会，出手三分，命中三分，16-14，反超两分。防守，防守，防守。对他，他敢协防就这样。中间超，换人换人换人，右侧第时间抢断成功。张宁，威廉大跳投，这个球投了一个三分球。刘恒毅注意时间，最后的五秒钟，三二一，好的，上半场比赛结束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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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来来来，坐会儿坐会儿，来来坐坐坐，漂亮漂亮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待会儿听我说一句啊，张明，我刚才布置个四，咱现在就打他这个。你要投篮，你听我说，你要投篮可以，但是你记住了，咱们这16分是靠啥得的？让他们打2-2，这是最安全的防守的方法，就是让他投，对不对？他可以投比较多次，帮我们比较多。如果你们累了，要打二，也可以，你就直接打二。这把上去打四，他比如他俩打，他一夹，你在这张金刚一个基地磕给你，你就两分，明白吗？打一个啊，我们主要往篮下打。对了啊，就是打进打出，从内线开始打，别抢着投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加油 ！Here we go！ 来 ，One two three， 好球！不要 ！J J， 好，可以，还好了，差两分可以吧？打一个，打一个，张宁怎么布置的？张宁 ，OK， 来，下半场比赛开始。郭红运给到张宁，挡挡，示意战术之后叫掩护，掩护之后三分出手没能命中。他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不懂，我布置一个四都没打。中间超双掩护并不是很成功，一个后撤的三分来了，三分来自中线超，好球，真准。这球应该张宁的，张宁防守来着，不能让郭红运上去。哎，你们俩在一面打呀，我的妈。小柱上。给到张宁。三分没能命中。他一直不听我的，他真的不听我的。谁也拦不住他，你不给球给他，他都会很大声的要求给我。我们知道他已经失控了。中间超的三分命中，20-16，20-16，坐，干嘛呢？我们这边进攻就基本就是张宁一个人蛮干这样，因为外场嘛，命中也不是很高，个人表现能力不如以前比赛，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紧张感。慢慢来啊，真的，他真的不爱传，他要传，他很多人都有机会。好了，重回比赛，来继续。张宁，你去帮他，去帮他。刘恒毅去帮，叫掩护之后，选择
给内线，哎呀，两个人之间默契稍微差了一点啊。防守很漂亮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会输的，这么打我们会输的。单杠打多了，人家看都给你抢板去了。其实我内心也感到很抱歉，就打得着急嘛，所以他对我的一些战术的安排，其实我当时我就完全放空了，我都没有听进去。J Team 七号钟显超面对龙骑士二十三号张宁，哇哦哇哦哇哦！哎，这种腰腹能力，你都已经落地了，我还在空中等你呢。我觉得火山明珠豪是这节目最好的控球后卫，很多球员都非常尊重他，打得很漂亮。我觉得每个球员会同意。暂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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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张宁，张宁！哎，哎，你能不能听我一回？怎么了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漂亮，漂亮！你在这时候你打，然后威廉上来给你挡拆，他是不是得换人？完威廉下去一个，你听我打，你看效果好不好，行不行？这球一定打进啊！真的很着急，我真的不想再淘汰人了。对了，两个命中，对不对？哎，强势的回应 ，J Team J Team， 加油啊！我都说这样好起来，好起来。经过暂停，他也执行的很好，他后来把这个东西改了。只要事实证明，其实这些战术啥的，然后防守策略也果然难不倒我。嗯，就是可能因为我太聪明了，也没办法。你想郭艾伦长得就很跟张飞一样，哪个球员看到心里都哐当一声，所以我说你不要去把这个情绪表现在你的眼神你的表情上面，我很害怕去影响到他们的情绪。我有时候太聪明，就得你就得靠你拦着我。对，龙骑士防守，龙骑士防守，谁能更好的执行战术，谁就能拿到最后的胜利。看看 J Team 这次给到郑远超，给到内线，刘恒毅直接出手，篮板，篮板，命中，张宁，这球投对了，三分，张宁，杨正这边呼应了一记跳投，但是没能投中，别投出来三分，放下，张宁，急停一个跳投。扳回两分，好球张宁，好球张宁，